手攻击。昨天在脸书上面是不是有 po 出来说，酸对手是连 Google 都不会使用？那个还是我自己写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想說？没有啦，那其实不会啦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早上7:30嘛，内管8800多件，总会没有政绩的，拜托，这一定有的。讲的很呛，是不是觉得就是不满上次被讲很久？啊，那个，这也还好了，这我没有什么呛人家，我只是说回去顾，我也要回去 Google 查一查就好了。昨天去帮徐世勋站台，但是那个地方好像又是公园，然后你们又有送动算象征一的东西，是不是又要再踩红线了？我不晓得，大家都是讲哦，像这个是，我们是被邀请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人家场子都弄好，我们就去，就这样。但是你也有说你要推荐徐世勋，这个场子很明显就是选举场。对啊，不是，但是老实讲，我去之前一点不知道他是违法的。就是因为你去那边，然后那边是公园，然后就有之前七星公园的地方，来到去的时候，你知道要小心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就是哦，其实我行程你知道，常常早上才起来才知道说啊，今天的行程是什么，因为那个有时候开玩笑说我每天跑行程哦，可是那个要跑哪里跑哪里，我们有一个行程小组在排的，所以我常常跑到最后都不晓得。有时候开玩笑说一天跑到第10个的时候，这等一下要讲什么，还怕讲错了。那未来会不会要请幕僚多紧盯一下？因为这样会被人家解读说这些人你们一起出席就明知故犯这样。啊，回去检讨看看吧。不过有时候人家请我们去，我们就去，也不会去再去跟他检查说，你有爬不爬不？我们想要就是想要让姚、啊、要不要来劝一下姚文智说也是辞去立委一职来选会比较好。老实讲哦，我刚才上台之前，我的幕僚一直劝我不要讲话。那你想讲一下吗？高层劝他不要。哎，好了，我今天我要忍住。你觉得他有词吗？啊，好了。然后就忍住叫他要，还是忍住叫他不要？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我要用很大的意志力才可以忍住不要讲。好了，那你意思就是好像是要他辞的感觉，不然为什么需要忍？好，下一题好了。像今天有台北市长辩论啦，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参加嘛，那你还是会用这一场辩论来就是帮你做一份事情的。其实功课还是，老实讲哦，有时候我也不晓得，老实讲，我还是那一句话啦，这个。对我来讲我每天把事情要做都做不完了，我都觉得那些常常很多浪费，很多英文叫 redundant， 就是让很 redundant， 那怎么翻译？多余的。会不会担心就是你没有在场，但是还是变成其他4个人的攻击对象？哎呀，老实讲被攻击习惯了。我看那个传统媒体已经打超过一年了，我在想，奇怪，打超过一年还没有打，我就表示说。没有，反正哦，这场选举结束之后，这个在学术上可以留下很多研究的项目。那夫人下午要到，陈佩琪下午要到台中跟林佳龙的夫人一起来见面，然后逛花博，这边来缓和就是白绿之间的比较紧张的关系。这个哦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要讲一下，因为去年我们也办过4大运哦，就是这样的哦，这以台湾为名哦去办的活动哦。其实这种不管它叫台中花博，其实那哪里是台中市的事，因为这个是国际的嘛，像整个也是一个让台湾走出去的一个机会呢。所以我常常认为哦，就像我们去年办世代，我常常说世代那也是台北的世代，那更不是柯文哲的世代，它是台湾的四大运了。所以可以帮忙就帮忙了，我态度是这样。所以不是要缓和双方关系？对啊，我倒觉得这个在我内心里面呢，觉得像台中四大运哦，花这么多钱，然后是让他的目标是要对整个国外推出去的哈，这个等于是行销台湾的，所以该可以帮忙的帮多少算多少。所以佩琪是被你派去帮忙的。没有啦，我说我们还是要表示说我们是支持这个这种大型活动嘛，台湾办的大型活动，我们其他人真的帮多帮少啊，帮多帮少的，这个心态上还是要有。就好像我讲啊，四大哪里是台北的四大，根本就是台湾的四大运呢，所以不是帮忙台北，是帮忙台湾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来，啊，好来，谢谢，谢谢。都是代言的，可是今天都没有来，会不会是你觉得他们要避跟像高嘉瑜啊，联合网都是代言的？
对吧？但可能九点会来吧，每个人时间不一样。好，来，好，谢谢，不会，谢谢，好，还好，谢谢，好。